右点，好，那么往前走的时候呢，右二三，撩左点右点，再一遍，五六七八，右二三撩左点右点，手从下方慢慢托起来，再来，一二哒落哒，再来左哒落右手哒，啊，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来把它练几遍，练顺它啊，因为这个动作在音乐里会比较快。六七八，哒八八，再来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把后。后背收住了，同学们不要放松，后背一定是收住的啊！六七八，哒哒哒哒，好，收紧后背，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脚底下在走的时候一定要有弹性，好吗？要有弹性啊，是非常的轻盈的，而不是一板一眼的啊，是哒哒哒哒。好，来三步一撩，六七八，一二三撩，五六七八，嘿嘿，没来得及吧？再来一次，注意咯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撩，五六七八，可以吗？这个动作 OK 吗？下午好啊，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同学们。大家没有关注的，别忘左上方关注一下，把我们的粉丝灯牌点亮啊。这样的话，下次直播你就不会错过了。要不然我们快下播了，你才来啊？可以吗，同学们？可以，可以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那么这句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听一下。关老师，帽子买什么颜色最好呢？如果你想保守一点的话，就买黑色。如果你的服装有什么样的更匹配别的颜色也是可以的啊，浅咖色啊，然后或者是红色什么都很好看啊，根据你自己的喜好。我个人的话，如果你想保守的话，就拿黑色啊，黑色是最经典的，因为。谢谢啊，哈哈，老师的笑容很治愈。哎呀，我的笑如果能带给你开心也很好，我就让我使劲长皱纹吧，哈哈，我的皱纹就让它使劲长吧，然后你们开心就好啊。再来一次，来准备一下。我要和你牵手到心。左手大家注意一下，落下去的时候从里面进来，然后这个右手就滑出去了，然后右手主动向下拉，左手扛上去啊，一二三四啊，是不是没有感觉？一二三四啊，会了对不对？好，最后还有一个八拍，还有一个八拍啊，接下来五六七八，到这了以后，左撩左撩右撩
我要和你牵手啊，来，我们来牵手啊，牵手在一起的感觉。当然，我们这个是一个感觉啊。我要和你牵手，牵手干嘛？退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脚底下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同学们，一二，这是一步一撩，这个简单。接下去是默，哎，脚跟是往什么？往外让的，看见了吗？来，这个动作一定要练一下，七八，让六七八，好，再来，五六七八，右左，啊，往后退的时候，左手放到胯上，右手去打招呼啊，我要和你在蓝天中啊，自由的飞翔啊，往后退四步，啊，我要和你手牵手到幸福的地方啊，手牵手到幸福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动作，一哒，二哒，三哒，四哒，就下来了啊，脚底下一定要没过去啊，没起来，把我们的脚哒哒哒哒。跳起来的感觉有一点啊，小跳起来的感觉。好，清楚了对不对？谢谢高音啊，谢谢高音还给老师送这么多爱心啊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在音乐里听一下这里啊，到底怎么走的啊？特别喜欢这个这里的感觉，你们喜欢吗？哎，这种摇起来，哎，幸福的地方啊，来，再来一次。人家是啊，对，人家是幸福的远方啊，哈哈，幸福的远方。我设计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往后去是因为远方就是未来，对不对？远方就是未来，所以我希望这一路都是和你一起走过的啊，我们一起走过啊，走过一生啊，走过一生，好啊，会了对不对？感觉美美的，是不是？嗯，然后是什么歌名啊？太阳姑娘啊，唱的是你们啊，唱的是你们。来，请来一次背面好吗？不好，因为咱们是公益直播，只有镜面啊。来，准备，再来一次。会了没有？是不是会了，同学们？哎呀，学会了吧？如果真的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，大家特别喜欢老师这个编舞的话，就把我们的课件买起来，因为我们的课件是背面的教学，并且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教学。